现在是3点半了，我叫他早一点进来，我跟他做 theory， 因为他 theory 很久也没有去做，然后他每天也刚好是比较早，他就进来了，我想好了，进来了，还没有啦，30分钟一下子就过了。爬色来看，我去外面看一下爬色。是我的啊？那我有爬色吗？我要去看是不是我的 webcam。